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发酵了。我早上啊，特别帮以文准备了特制早餐，就是我特别去帮他买的东西，加了一点料。没有啦，我刚刚来厕所，来看一下他到底怎么了。哎、欸，好嘞、欸，快点呐！你在干嘛？干嘛？在看，肚子痛吗？肚子有点痛。哎、欸，跟你讲，我是为了游泳不要被你拉开，我特别去准备了防寒衣，就是想说，因为你没有穿，我有穿，这样我就可以多赢一点。怎么样？这次有没有准备什么厉害的東西？我是特别练脚踏车比较厉害吗？特别升级一个功率大盘。不要这样偷作弊好不好？不要追上你，因为我本来就有装了，所以你装了就是数据比较清楚就对了。对，我就可以看一下我在踩的当中。如何配速？唯一领先的脚踏车，现在他给我装功率大盘，可能会输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功率大盘我觉得还好。等一下我们到了之后，马上去试油，就可以知道我跟你讲防寒衣多厉害。肚子还痛哦，再多蹬一下。耶，我们已经来到了台东铁花村。哎，怎么样？我已经越来越觉得信心开始十足了。我刚刚在会场啊，我刚才会场遇到很多人，然后都跟我说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摄影师赢面比较大，所以我就开出了一个条件，现在的赌盘啊，在还没有下水前，目前的赔率它是1:1，因为它胜率非常大，然后我现在目前的赔率它是1:10，所以压我的话，哎、欸，赚比较多，投资报酬比较大，但我比较会。我们等一下随便逛一下，然后准备下午去试游一下，来见证这样。我们要去游泳了，我们现在要进行，自由的部分。那感觉这样。哎、欸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你干嘛裤子穿不进去啊？对啊，我觉得我有点水肿。哎，招力哦，你现在是不是在打针？开始打针哦，这边假装自己有什么问题？让你放下那个。好，加油！我现在要去，我们现在去活水湖游泳，出发。哎、欸，我们刚刚游了500多公尺。对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第一次游，我觉得蛮顺的啊。虽然没有那个上次游的那么苦了，但是至少嘴巴不会很咸。哦，吃到水，我觉得是很重要，因为游海水一直喝到水，超级痛苦。我刚那个游了几趟，发现我如果没穿防寒衣，好像会输他、欸，完蛋了。我明天下午再来轻松游一下，试试看没有穿的感觉。刚刚都一直试跟着他后面，然后试着离他点距离，然后试试看那个有没有油很直。我发现我油很直哎、欸，应该看我定位。你刚刚说你学会定位，其实在看我脚。对啊，不好意思，我。然后我们刚刚后面就练跳水，我练一个我直接炸胸哎、欸。我没动到吧？我胸口直接哦，刚那个炸就炸到我下巴，然后两次我的那个蛙镜都喷掉，完蛋了。我们。差不多了，回去吃饭了。我觉得以现在的状况，我应该是游泳有机会赢他一点点，有机会啊。我觉得我应该会赢他，更他赢他会赢他多一点。我们来到了2021年的 Challenge Taiwan 赛事会场了，还没看过前一支影片的、啊、可以点这边。我们已经记录了说我们在赛前准备的一切过程，我们接下来准备要进到会场去报道。现在状况怎么样？现在状况已经迫不及待相比了，哎呦，越来越厉害的感觉哦。昨天已经试游完了，你觉得你游泳会输我吗？应该差不多，因为你有防寒衣的加持。对嘛，防寒衣就是我是装备组的。我们等一下即将进去里面报道，然后再来逛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精彩的摊位吧。Let's go。我们要来去报道啊！我是3687，你是几号？不知道。3536。OK OK。Yes， 感谢。看到他这样子，真的看不下去了。
很想下去跟他拼一场，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这么严重的抽筋过，是大小腿轮流抽筋。跑过去就是刚刚讲的非常无力，再加上我没有练过转换。